哎呀，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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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哈哈哈哈哈！哪有？我今天以为今天礼拜二哎。然后大家请问一下，现在大家日子是全部都乱掉了？哪有？哪是半小时前？明明十分钟前。哦，十分钟，你对不起我高十分钟那也太近了吧？你就不行？我觉得。我至少是我去睡觉之前，我有意识到哦，今天礼拜一，好了，那我去睡觉了。刚刚还在讨论 P O E 的时候，说啊，今天礼拜一哦，完了，今天礼拜一吗？今天真的是礼拜一吗？没有，小雨，你那个意识到也是我们跟你讲，你才意识到，不然你也是礼拜二。对啊，我还去填了侨客团上个礼拜五的。笑死！你才在上个礼拜五。好，我抓到失控女人。那那个就是巧克力。那不就是巧克力怎么没有填新表单？帮他创一个新表单出来。我来帮他好了。我要不然下午三点吧。我点开 SK 看到他有一个那个礼拜五的时候有亮一个那个通知，我说哦有亮通知，今天应该是礼拜二吧？点进去我还填了一个小。然后他讲了之后我加入。哦，原来是上个礼拜五的表单哦。完，还偷偷加入啊！哎呀，好惨的。上课喽，课啦！耶、欸！我麦克声音好小啊，有了。我不知道我开台了没？完了，开台了，又是错了，台也坏了。你醒了没？我们今天有新不是啊，我转校，我不知道我开了没？转校对吧、啊？哦对，你是哦对，你是新学校啊、哦，他去新学校，出来我开了没啊？你没有，我没有，那我要怎么？你没有，你按了串流之后，左下角要按一下开始串直播。这位同学很困扰，这位同学超困扰。我们可以等小雨按到 c 完。好，小雨按到吗？自由活动嘛，自由活动，让自己慢慢调。好啊，哦，今天没别的事是不是？对，没有自由，没有的那个，没有。我现在在测试，哎，我现在在那个测试上课啊，我不知道要怎么从测试上课离开到正式上课。哎，你不知道怎么，你不知道怎么去教室啊？我问一下哦，我找不到教室。你们能装 Open Fi 吗？没有。圣诞帽事件又出现了。哦，又有帽子。我是女巫帽。快哦、所以如果明天我又玩什么隐形狼人杀之类的，我要露险，你又要关掉了。我关不掉。那是外层皮肤还是不是？测试的那个应该是小雨你的串流码跟伺服器，可能要再看一下、喔。哦，我看一下 ，OK。你要确定是对的，然后再重来。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后台，他有影片在，可是他说我现在在测试中，那你就要关掉，再重按重设定一次，要不要直接重新弄？你先到你的后台。啊，对啊，对啊。啊，我应该是跑错教室了，我再看一下。你跑错了，你跑去哪？我跑错大楼了，我跑错大楼了，怎么？有菜地吧？教室的同学，还有一个创作者工作坊，你点他的首页有一个开始直播，从那边点去点就快。感谢，因为我好像是勾到有一个，他按开始之后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你说先测试串流，对哦，你不能开那个啊，你开那个不行。哦，我以为他是就是有一个 loading 的那个意思。没有，比如说就像那个 YT 直播，就是对，先按下去看有没有画面的，画面正常再说那个。你知道 YT 的那个首播不是前面都有预告吗？他最近他换了好几个版本，对啊，以为他都不会换。有啊，他已经换了，他有换了，对啊，他会换。他现在也可以自定啊，好、啊，现在看，哦，他也可以自定吗？嗯，哦，你是说就是只首播开始之前，别人可以看预告片是不是？对。哦，这个我是知道，但是就是刚开始前三分钟的那个时候，他不是会放一段那个两分钟不知道干嘛的影片，两、哦、分钟，两分钟，那个导师，他最近的风格是很鏘的风格哦。啊，他原本那还不够鏘吗？嗯，他现在更强。感谢明德续订，不是订阅。我觉得现在会
忽大忽小啊，你们会吗？所以要自己啊，刚刚不是说要上台讲？啊，是不是不是，其实不是上台讲能解决，因为他是大家讲话的时候。哦。他会自己调整啊。是 Steam 在讲的时候，他会太久没讲话，就会把你的音感调高的感觉。对。哦，难怪刚刚阿旺突然很大的爆麦。像我把阿旺声音调到42%了，对对对，我已经调10几%了。那现在团团就很大，啊，我现在变超大哦，哇，对啊，哇，太久没讲话会被抓到哦，故意注意哦，啊，要常讲话，抓到啊，这样就只能默默做事了，哇，这样要一直讲话吗？我知道了，就跟你们最近一样，呼吸。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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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潜水了，呼吸，不要讲讲，音乐非常大声。我这边音乐团超大声的，欸，我决定把整个声音的声音整个整体调低。我有调低了，那就是你自己的。我把 everybody 都调到整体拉低哦。我把大家都拉，然后每个人调200%。我每个人整体拉低调200%。好像酱油右下角DC 调拉低，那个自己把每个人 DC 都拉高。耳机哦，对，那就应该就不会说直接爆音爆上去了吧？嗯。可是这样子，有时候讲话会不会太小声啊？听不到，感觉就是要拉到一个平衡点，好像有点烦哦。是啊，没听到多讲几次。新的，大家就今天自己注意一下耳朵，好不好？新的软体，随时会炸掉哦。那不能尖叫哎。对啦。那摔下去尖叫，直接感千分贝。我也决定照他自己的做法，我慢慢。啊，这个乐透可以买了吗？啊，对，乐透啊，乐透啊，我已经在这里很久啦，我也校长已经废寝忘食了。我刚刚看到我跟你约在这边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晃很久了，然后再等他结束。哎，请说。没有啊，呼吸。呼吸。呼吸，啊，你已经换一口气了，可以，希望能赶快找到平衡点。嗯，希望赶快修好，真的。对，对啊，不是说就是因为缆线被咬吗？嗯，又被咬。嗯，我找到教室，我找到教室，找到了，哎呦，终于找到了，因为我看到熟悉的同学面孔。有了，现在声音应该行了，就先这样了啦，应该可以了，懒了啦。啊，先这样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走错教室的经验，但是你们有跟着同学一起走错过吗？为什么啊？没有吧？为什么跟着同学？跟着同学就没有。就有一次大学上课的时候，就是哦，大学哦，因为就对吧、啊？就跟就是就进教室，然后发现有一个熟面孔之后，最后就坐在他旁边，然后一直到。就是真的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两个才突然发现，这我们两个走错教室。因为太强了吧？太强了吧？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找到同学了、啊，就不会怀疑说自己走错了，好不好？就是真的到已经开始上课的时候才注意到，整间同学你只有旁边那个是你见过的，其他都是没见过的。对哦。不会，在大学的时候不会，因为每个人选的课不一样，所以我都会确认自己的课表。就是他没确认啊，这样子吧。对啊，就是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刚好，就是他前一个礼拜有说换教室还是什么，还忘了。就刚，然后死不死就我跟他忘了，就我跟我的同学忘了。哇，就你们两个最先到这样子。哎，对，我们俩就坐在那边，然后聊天聊到上课。哎，你都没有发现？原来，哎，怎么老师不一样？哎，同学怎么都不见了？你们过程都没有发现同学都长得不太一样吗？不是，因为就跟那个同学很熟，所以就一直在聊天。哇，这样就是代表你的眼里只有他哎、欸。我好像是你根本就没有在上课。哎呀，对啊，不是，我大学哪一节是认真上过的？我没有嘞。哦。I never say 哦。不过说到那个转错、那个走错教室的话，我倒是有一次经历，是我们四个人吧，就要换教室。可是那节教室就是老师有换到别的地方，但那个什么，就是没有跟我们公布，就是有些同学可能那节没课没听到。然后我们就四个人走到别的教室，然后看到里面很多人，我们就说我们是走错了。后面就觉得说应该没有，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等到上课过10分钟吧。
那些同学全部都走光了，他们好像也要换教室，然后整间教室就剩我们四个人，然后也没有看到其他同学，老师也没来，就很瞎、啊。然后是最后才有同学跑来跟我们说，哎、欸，不是啊，我们换别间教室了啦，还真的有人在这边等哦、喔，这样子，我们才回去。被呛了吧？好扯，好坏、欸，我这个真的很扯。可是那时候就没课啊，没课，所以没听到要换教室。而且一进去哦，他们所有同学回头看我们哎、欸，可是都没有人觉得迟疑哎、欸。我们走到我们的位置上，原本那个位置有人坐哎、欸，他还起来让座给我们、欸，让座也太扯了吧？为什么？他要体还有那个啊，体谅那个啊，身上什么之类的、啊。他可能想说你们是在同学，你是不是长得胖听的就没？我就是想说他肚子是不是很大还是什么？让座吗？好像有点坏、欸，让座啊，让座吗？原来是这种让座、啊，原来那种让座啊。地狱的东西是不是好像都没有洗用了？洗用地狱的东西，就是像之前那个什么凋零塔、啊。哦，那个很失败，很失败，因为不是那个是附近要压得很干净，那边才会比较好生凋零。嗯，不好。对，所以那时候在地狱埋了一个多月啊。但是还是可以用啦，只是效率不高。对，我有在想，我地狱的地图档其实很大。哦，我要把它咔嚓掉，要剪掉吗？要剪，要如果要裁剪，又不知道怎么裁，因为你知道有连线，就不知道连去哪。哦吼，那整个重来吗？我第一次没啥东西，我也没有人哭。你先讲，不会哭，不要哭啦，我没啥东西，不会，不会哭啊。我、哦、真的不会啦。那我今天来联动地狱了。好啊，你是要现在吗？好。哦，对啊，现在啊，你要怎么用？你脑子，应该它的插件什么的，这个手机直接出开就好了。哦，反正很快。那就价格画面键。哎呀，下课了，我帮你关门好了。下课了，快下课了，快下课了。老师提早下课。IP 收。等一下，你们现在这样解散的话，最开心的应该是校长本人，他要去打 POE 了。校长来了，直接开起来。对，校长说：“哦，你们觉得下课吗？好哦，好哦，好哦，开心。”太棒了，太棒了。校长直接去度假了。校长超开心。你们 happy 一下，很多东西。哦，好多哦。啊、哦，好久没有登上去了。我刚把 Tommy 赶进他自己房间了。他原本没有在吗？没有，他在外面啊。然后我后来发现，哎、欸，其实他自己我们以后直播还是要不管，不然都会听到彼此声音，超好笑。还是会听到是不是，还是会听到。还有那个开台的时候，那个 Tommy 在外面叫，我就不理他了。哦，真的假的？所以开台其实 Tommy 在外面，不知道在里面。他会一直要进出，他就一直抓门，哦、一直抓门，然后就说啊。开个缝，然后哭出来的。他最近越来越嚣张哎，真的。他怎样？他现在会到开始会到餐桌上，然后去各种动工。他会推东西下去吗？还是还不会啦。等以后再更嚣张一点，你就会看到桌上的东西就在地上了。然后以前只要跟他说什么，哎、欸，那个 Tommy 出去，他就会出去。现在就会死站着不走。你叫我滚，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啊。然后手要过去，想办法尝试，就是要可能要摸他或者抱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会用手打你。哇，你不准！他变超凶，你很脏。想抱我出去吗，奴才？你叫出去！你要不要想想看你做什么？秀爸爸，你要碰我是我给你的恩惠哦，我没有给你恩惠，你不准碰我。可以进了，可以进了。啊哈，好，哇，我快开完箱了，等我一下。开完了，45箱，45箱。45箱，开完20箱还有5箱。对，我也是，我开了2次20箱。
没错。快开完了，快开完了，快了，快了。去同个种子嘛，所以说地形还是一样的。哦，地形。哦，假如你版本不一样的话，才会变吧。哦。那我来，然后版本不同，相同种子嘛，那个外面的地形也不一样。开完了，我去上课了。我听成刚刚下课五分钟，下课五分钟。我听成你去唱歌了，现在不到五分钟。不是啦，秀瓜，有啦。但是刚刚讲说，就是什么 Tommy 很凶啊，不给报啊什么，那是仅限于就是哈基以外的人。是他对哈基很温柔吗？就很黏啊，他超黏他的，很黏，真的很黏，他超黏的。最近不知道怎么黏那么一死。他今天吃饭有够吵，今天吃饭为什么啊？吵了吗？他一直喵啊，喵喵喵喵喵，边走走出来，就很像那个你是不是想要选举快到那个宣传车，你知道吗？宣传车，好帅哦。所以他是在喊口号，是不是？就他有规律一直瞄啊，就很神秘啊，不知道在干嘛。他就从他自己房间走出来，然后沿路瞄到客厅，我们在看电视这样。没错，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怎么觉得很可爱啊？好吵、啊，超怪，超级吵。至少他现在都会出来晃晃啊，不是吗？对啊，会画画，完全一直都在。晃晃，我家猫会画画，要不要来看看呢？会不会翻跟斗？我对翻跟斗比较有兴趣。边翻边画画哦。哇，杰克原来都……啊，你都这样子 ，OK。喜欢翻跟斗的猫。你不是喜欢翻跟斗吗？我说我会翻跟斗的猫。对啊，你很喜欢啊。对啊，所以你会找人家去你家看猫咪翻跟斗？要不要看猫咪翻跟斗？我家不会啊，他只会翻肚肚而已。哦，翻肚肚也很可爱啊。好可悲哦！那个垫的那个声音真的还是很难调呢。对啊，不好调啊，这大大小小，它会有变化。我快放弃了。我就直接把它拉小，反正听得到就好了。我已经不想理他了，这样子就这样吧。如果要搞影片会比较痛苦一点，就是。啊，是啦，这倒是。只怕太安静的人突然被吓到那个尖叫声。对啊。啊，全部人耳朵都被贯穿。直接是穿刺伤害。他这个没有抑制，就是没有抑制那个最高频率的那种声音哈。好像没有。他好像有他内建的抑制效果啦。有啊、右下角齿轮，然后你有一个什么麦克风开启时，有一个不会输出门槛以下的杂讯。那个只是剪底噪而已，不是吗？剪底噪，对啊，对啊。但是超过的他没有可以抑制的、啊。没错。啊，所以现在地狱 reset 了，是不是？我进去 reset， 然后直接把整个地图都删掉了。嗯，高速公路盖一条出来。对，一模一样。哈基的声音变好小、哦，哈基你变好小，他说的，声音好小，这样子可以吗？好小，嗯、哈基好小。Team 小，小，可以吗？喂，可以，好一点点。Yeah， 喂，这样子吗？可是这跟我们之前长得不太一样。嗯，一样啊，还是多少？同个地形吧，我记得那个出来旁边就一个。嗯嗯，翻山過去，可是走上来之后长不一样啊！走上走上去不一样哦、啊。对啊，走上来之后看不一样。其实走上去，然后右边因为铁道是我挖的，铁道是我挖的。哦，再去看看，太神奇啦！我那时候旁边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有啊，红色是就是有啊。有吗？我记得那时候一出去，右手边就是一个飞鸿森林，然后那真兽还被猪撞死啊。大家的印象都不一样啊，前世记忆啊。对啊，我其实往这边挖，这边没有，那时候是这边啊。那时候那边是有看到猪猪堡垒吧？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啊，要出去，然后往右转看有没有猪猪堡垒，就是。那边啊，那边、這個、那边、啊、这个那边、啊、猪猪堡垒在那边、啊。猪猪堡垒在那边。对啊，所以就是走这边啦、啊。真的啦！为什么我进来方向感乱掉了？你
我常来地狱啊，我常下地狱呢。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梗图？你是梗？听起来不太妙呢。你是不是梗图看不太不够多？地狱梗的呢？听起来你没有啊？我常去打凋零头哎、欸，往这边啦，往那边挖。啊，是这边吗？真的啦。进来之后往那边挖。哎、欸，我的附魔书收到哪里去？我想要问你了。嗯，问问神奇海螺。长长，你早换工厂吗？早换工厂。好啊，工厂的。我翻一下，翻一下。翻一下，翻一下。夜考完了。你们干嘛在监督啊？督监督什么？督什么？督什么？监工，监工。要督什么？督督督。啊！我光铁又变这么少了，清一波了吧？前阵子大家比较没有打吗？是、还是要合上去？我觉得没有哎、欸，应该没有合吧？就前阵子感觉大家都一直钓鱼而已。对啊，是小雨还是谁？不是 有一次直播基本上都在钓鱼池。啊，我很常都在钓鱼池，我也很常都在钓鱼池哎、欸，我也蛮常的。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很像，是谁、呢？我们那个钓鱼池常常就是有两三个钓客、喔，我不太确定你指的是哪一个。我的印象就是每次路过都有看到人在那边呐、啊。嗯，我觉得我看到小雨的印象蛮高的。对啊，那边在那边、啊、弄个那个柜台，弄个钓虾场的那个牌子之类的，一小时多少？公虾池、母虾池，而那个感觉，那个区域这样看起来，感觉是繁星会转、啊，因为那是旁边就繁星街、嗯，雪翻雪翻，还有旁边就干就出现一个柜台啊，然后提供什么盐巴跟那个烤炉，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还要一人钓完就可以现烤，样子要弄出来这样子。你们有真的钓过虾吗？有啊，有啊，很难吗？没有，不会啊。我其实也没有，其实还好、欸，就是等啊。难是难在有没有人帮你调好那东西啦，有调好的话，其实就是不要去等。还有难在就是你要克服去心理恐惧，就是钓到虾之后要抓住活虾，要处理它，要插它，要把它拔起来。哇，你很有种呢、欸，阿基，你很有啊，等一下我玩了，等一下。上次不是他用，上次他不是用介符盒埋在岩浆里面吗？哦，又来了吗？他在地狱通道的中间铺桥的时候用介符盒路。哇，错、啊！哇，这个没办法倒水帮你处理呢。那个是勇者哎、欸。你先把里面东西拿出来，再敲掉它吧。我刚刚也、啊。白痴，你才两个烟火呢，给你。那算了啦，敲了。前所未有的，掉下去的时候你接住它，然后秒飞上来。前所未有的大爆音，好，我吸到了，我吸到了，我吸到了。刚刚的超大爆音，对吧、啊？刚刚是音波攻击，一个哇，一群人就哇，旁边是不是那个有一个英雄跑过来，用麦克风攻击？麦克风攻击，你怎么是用白色的啊？因为放烟火是白色的啊，哦，钻石是蓝色的，哦，哦，你是看颜色放的，分得好清楚哦。对啊，烂吧，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跟着我？监督啊，今天有特殊任务啊，哎、你知道吗？亚历山大，你不知道特殊任务？你有特殊任务吗？教师节过了，过很久了吧？教师节过很久了，那里面有要整老师吧？你是工人，整老师不一定要教师节啊。突然觉得很饿，很适合地狱吗？对啊，有一种很想吃拉面的感觉。我有点想吃拉面的感觉。有一家拉面叫什么，就是鬼什么什么的，对，是他就是这个鬼的样子。好哦，不是什么牛排。有一家拉面，你居然是用鹅卵石盖道路，神材料啊！太夸张了吧？鹅卵石很少哎、欸。好、啊，对啊。哦，你们都有那个哦，我没有啊。啊都是丝绸。圣诞节要来了。稀缺的东西。
今天钓鱼好像很红哦。我很红，很红。我已经钓到两张防爆卷了。哦。还可以修装，赞。他进你家的恨的一生是不到堡垒了。我只是想说铺一个中央道路。就是之后有要去哪里，就是直接从那边插出去。哦，干道。哦，对对对，干嘛？主干道就是直线通的，就不要弯来弯去也比较好。有人偷东西，一直笑啦，你要干嘛啦？哦，我只是要再借一点羊毛嘛，借一点点。然后你每借一个，你就要放一个。对啊，然后是不还的那种。对啊，你知道他不行啊，他跟在我后面是嘿嘿嘿。我想回头要干嘛？拿，笑嘞！来啦，这给你。你拿了不要？我比你还多，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给渔夫鱼，你知道吗？给渔夫鱼，夸张哎！哎，考过的别这样。我很多考过都拿去扔了哎、欸。我也是，我也拿钥匙回。我现在真的有两组烤鱼。对啊，超多，太多了。我还专门拿一个箱子装它、欸，哇哇什么？你是没有是不是？来来来，熊猫团团的烤鱼给你，看你好像饿了，来点试试。对，师傅的烤鱼，熊猫团团的，吃吃看有没有毒？我吃吃看，毒啦，没毒啦，哎呀，没有毒啦，不是，哎、欸，烤鱼如果真的有没毒还得了啊？哦，你好像很想要好好的证明这件事情哦。哦，大声大声，恐怖，大声证明自己。哎、哦欸，师傅，谢谢你给的鱼哦，他现在已经在垃圾桶了，谢谢。我刚刚思考了一下，如果一条鱼上面有梅毒的病菌是怎么造成的？不行，你不要再想了，我觉得不要了，够了。等一下。这很恐怖别哦就可能是有生病人去游泳那一只鱼刚好在附近吧哦就对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就然后可能那个鱼就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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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那是那只鱼的心声啊也是的说的也是的这个人怎么有这个病菌啊咕咕咕咕咕咕现在早上被咬到这里了这个有点恐怖、欸、你们有看我今天 FB 播的吗你不是说你做梦那个吗你说那个奇怪的梦吗对、欸、那个梦我不知道怎么做梦这种奇怪的梦、欸、超奇怪的、欸你是前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玩了什么，或是看了什么、啊？也没有啊，就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梦。嗯，我对你的前天的梦比较觉得有趣。什么梦、啊？前天我稍微讲一下。我已经好久没用 FB 了、欸，什么梦？是我梦到我们那个搬家，然后我搬在一间阁楼，小阁楼，啊、那个环境很差，不是很好，就那种各种灰尘啊，一堆垃圾这样子，那床还很烂。嗯然后就讲说这个房间，然后我就开始打扫。然后后来仔细发现，这个房间是在隔壁那种大展场，可以有那种玻璃橱窗，可以看到我房间，看得一清二楚这样子。哇、哦，超奇怪的房间。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怎么扫都扫不完，就很感觉很奇怪这样子。然后就突然扫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楼下有个打电话上来，有点类似那种集中管理室，有点像这种以前那种安亲班那种感觉，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那种感觉，有个管理室打来。然后说，哎、欸，要一起出去玩，出去出游。我说好啊，那我就把这东西放下来，然后回来再打扫。我就走，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我就上巴士。然后上巴士之后，等他也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讨论说，我们要拍一系列的钓鱼影片，很久没去钓鱼了。钓鱼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拍过钓鱼的，可是就想说、很久没拍了，来去拍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就好你说钓鱼影片是真的是钓鱼的影片，真的钓鱼吗？真的是钓鱼。哦，对，然后就到目的地之后，发现这巴士怎么上去之后绕了一圈回来，他们说要去夜游，然后目的地竟然是在我房间。哦，太那叫夜袭了吧？然后我怎么想太多了，就算了，我就跟团团就直接溜出去，就这一整坨人就溜出去，夜去旁边那个有个大湖畔那边去钓鱼。
你就钓着钓着，发现这鱼都钓起来都是那种小条的鱼，都没什么那种大鱼。然后我们就钓累了，我们就得躺在那个旁边的沙滩上，两个就得躺在那开始聊，说是不是应该去开船？我们应该是去海上，哎呦，那种大鱼，观看才会高。然后躺着躺着觉得奇怪，背怎么那么痒痒的？然后一起来看，发现我们不是躺在沙滩上，我们是躺在沼泽地上，而且一堆那种类似那种吸血虫啊，那种什么黑色蠕虫爬水蛭啊，笑死！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这个把它跳起来嘛，就赶快那边一直播一直播，然后我还跑到影院旁边说：“拜托帮我播，拜托，求你，拜托帮我播这样。”我想，播完后来我们离开嘛，就回到租屋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头晕目眩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查那个刚那个虫到底是什么虫，嗯，然后网络上就说刚那个虫我应该是被黑色的蠕虫感染。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大的机会，我会被灵体附身。啊，你前一天不是玩抓鬼吗？蠕虫到底是什么？那个严重的 debuff。然后我就跑去问附近邻居，说这房间是不是有什么？他们就说哦，没有啊，之前就是常常会看到，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那个恐鬼镇有个投影机，你要看到那个白影飘过去那画面。他说看到你这个房间很常会有那种白影飘过去啊。我觉得那这样子没有什么吗？我在梦里面联想说，那难怪这间房间这么凌乱，这么脏乱，那难怪一定是以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导致这边荒废。然后开始我就越来越头晕，晕眩越来越严重。然后突然就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声音，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他说：“你不要再挣扎了，我会给你好处的。”这时候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这时候我就跑去打开电脑，然后开启我的银行账户，发现我丢了600万。哇！好赚，赚烂，好赚哦！那你有没有拿到什么名片啊？那种钓鱼吧，不是？没有没有，有没有三角形跟圈圈的名片、啊？对啊，你有没有拿到什么名片？没有没有，你人家是鱿鱼游戏，你是蚯蚓游戏啦。哎呀，那水质啦，不是蚯蚓啦，水质游戏，水质游戏，水质游戏。最近不知道什么。确定你跟团团一起去，那团团有跟你一起回来吗？还是其实我是里面的主办人？哦。我还在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的时候，我就醒来了。哦。哇。你到底看着什么？我不知道，这中间有融合的可能蛮多元素的。就是你最近遇过、看过的一些东西，全部都融合。那我对。可是我更好奇的是那个另一个梦哪一个？我更好奇是你被通明拔醒的那个梦到底是怎样？那个是可以播的梦吗？啊、是可以播的，不是可以播的对。哦，可以播的，好，我想说你这么犹豫，该不会是不能播了？对啊，我以为是不能播的嘞，吓死了。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啊，不能播什么意思啊？不懂。你不懂，那我要教你咯。你真的不懂吗？不要啦，不懂真的不知道啊。教什么？你想一下哦。再想想哦。你想想。再想想。你再想一下。你想清楚了吗？好，回答我。还要一直演下去。太过分的，太霸气了。不行，想问一下，现在石头是不是只能打重置石啊？对啊，不是一段时间的吗？对啊，是啊。我想说，那其他石头的就只能靠其他方式？对，暂时目前没有方式可以获得。对哦，先等赛季过一阵子啦。赛季对，赛季过一阵子。赛季，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好像有方式，很高效。这个赛季过了，记得你那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方式太久了吧？那个啦，那个挖矿掉那个潜能晶石，到时候啊，哦对啦，对，还没开放去挖矿啊？对，还没开放，现在都囤，还没开放，再等多囤一点东西，嗯。大家可以囤一点夜妹吗？感觉速度的光点不够用了。你要速度几啊？你要3哦，还是随便啊？随便都可以。嗯，
越低越好。当然没有低的啦。然后看刚刚看速度的光碟箱子一本都没有。说好归好，等一下一晚上我就去睡觉。太无情了。好，我没问题，我会打灯睡觉。现在是不是又需要想话题训练班的呼吸？你自然既然你自己讲了，那就你来吧。你都提了，那么就有啥事啊？那我就来讲好了。好，你可以讲。我今天真的是莫名其妙，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生日收过这种东西。哎，对，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收什么？对啊，生日快乐！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就是，对，就是。我是今天生日，没有错，谢谢。没有的反应，我才要开始讲而已，只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脑袋干嘛。啊，你讲，你讲，你讲。啊，因为这阵子刚好就是白叔他们公司的体检，然后他就是说可以一起报奖，然后就预约日期。刚好就是我生日，然后反正那就当生日礼物去送给你了。我说，哇靠，哪有生日送人家是健健的啦？到底想怎样？看你身体健不健康、啊。哎、欸，听起来很实用哎、欸，很健康那就算，万一他验出个什么，我不就直接三条线在那边？直接哭爆！原本你第二个生日礼物哎、欸，哇塞！验出来就是你第二个生日礼物啦、啊，这是礼物吗？这是礼物，这真的是你，这真的是说，就是好啦，有检查出来很开心，但是真的是如果真的有什么话，这个心情真的是很、啊、还是想要医生帮忙配合一下，哎、欸，这个那、這个啊。阿旺先生，那个你要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好烦死我，先撒两巴掌。跟医生说，等一下，我出去一下，我处理一件事情。然后医生，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怎样的？太过分了。所以就跟医生说，你想听就是今天带我去那个健检的那个人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我就会问医生说，医生，你想要左边脸被打还是右边脸被打？定高，答对喽！我答对了，打爆他！哦，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影片啊，让我讲一下，抱歉。他就说，健检完的时候，他说啊，欸 A 是说医生怎么样，然后 B 是说。嗯，我检查好了啊。B 是医生，然后 A 就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耗。我说 B 的医生就说，哎呦，你知道啊、哦，谁跟你讲的？有听懂吗？他快没时间了。我本来要把影片传给哈基，传到哈，我本来要传哈基给哈基看，我传到忘记。哦，这个意思是说他生病。他没有，他对他没时间了，他快挂了。他说：“哎呦，谁跟你讲的？”哦，你怎么会知道？你们说到医院，其实就是他们医院不是可以挂号吗？对。然后挂号以后，他不是会跟你说哦，大概那段时间来，会吗？还是有些会，有些不会啊？那你挂号不是就会选时段了吗？他就会跟你讲说什么时间呢、啊？要看诶、欸，有的大医院的话，就是他那排太多的话，会跟你说，会看很久。对对对，他会跟你说你大概，就即使你是挂早上的话，他也会跟你说大概几点来这样、嗯。对啊，对，他会稍微说一下。我有时候要等蛮久的。我觉得很扯，因为那时候我挂号，我原本是挂早上两点，然后结果他差不多早上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打给我，跟我说，不好意思哦，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所以因为我在睡觉，没听清楚，他就说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怎样怎样，可能要麻烦你大概晚上八点来，八点半，我说好，我八点半去以后，我等到十点半，其实差不多啊。不是大医院很长，不是八点到十点半还好、啊。我问你哦，你是？在等叫号吗？就是我过去，他就说你大概八点半来啊，然后大概八点半或九点半会轮到你，然后我就过去，他就跟我说，哦，你来咯，那你就是这个号码哦，很快就轮到你咯，然后就等了两个小时，然后他十一点关门。那人多不多？就不多啊，就两三个在外面等而已啊。不是，是不是有人跟你一起等？有一个人搞特别急。对。因为之前我也有等过，就是类似的，就是
明明就是人很少，但是就是那一个人特别搞特别久。对啊，就有的会特别久这样。哦，也是有可能。啊，这就没办法。嗯，你就只能当做自己衰了。那搞特别久的，我就我的印象就走那种像是什么家庭。加一科，家庭对对，加一科，家庭那种阿公阿嬷最会聊天那种，对，会就真的会蛮久的啦。那他们就在聊天的，不在看病，他们只是缺乏陪伴而已。他说不定是在找女婿的啊。找医生给陪伴呢？可是医生也四五十岁了呢，啊，可以再婚啊。搞不好他的小孩也三十几啊，医生有钱，老是帮医生的小孩介绍，搞不好他超勇的，超勇的，你怎么又知道？什么方面超勇的？不好说哦。就我像是我不是每三个月都要回诊吗？嗯，然后每次都是他说晚上可以去，然后我都是每次都是到最后的时间才过去。哦，你说过号吗？就是会过号啊，但是医生就是会等到他最后一个时限这样子。哦，你啊没有人，然后就先继续待着这样。哦，你跟我之前一样，我之前是看那个啊，你先讲。嗯，因为有时候反而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你就要排一大堆人。对对对。对啊。反而就是你过号之后再去补，好像会快一点点。哦，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我去的次数没那么多，然后有时候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很乖，就是什么时间到什么时候到就到。然后呢，我就看到一大堆就一直在那边什么过号补上来，我就觉得哦很烦。这个真的很气耶。多啊。对啊，过号好像是要补三个。对啊。每个过号要补三个。超烦，已经习惯了，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都一直去看那个骨科嘛，然后那个骨科就是你知道我每次去挂号，那我前面大概会有十个人，就是十个号码吧，就是前面都有，就是挂没有那么前面，可是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着。因为那个都是一堆阿公阿嬷，他只是去挂号而已，他也没有看，他只是去挂号而已。聊天的，纯粹挂号，挂开心的。聊天，他就是去逛医院的啊，他也没有要看病。啊，逛医院的超多的啊，真的啊，这种超多的，就是特别是那种什么骨科啊、复健科啊，一堆都是，好像就是定期那个医生会叫他要去挂号，他就去挂号而已，就是他也没有。没有，有的是那个啦，有的是医生会直接帮你说，哎，那你这个要复诊，那我直接帮你挂哪一天的哪一，就是哪一个时段。对啊，然后每次去都前面排很多号，然后都哎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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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来哦，那你进来喽这样。对，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啊，超扯的。这页面是在玩弄我吗？玩弄你的感情。他在撞我，哎，撞什么撞？我在看我包包。我看你包包很大哦。医院当商场。不是啊，真的有很像啊！之前就看过那个，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很多次，但是就有去到有一次就有看到，就有那个什么阿公还阿嬷哦，反正就是老人这样，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就直接开启他那个，你知道就是不是很会有那种收纳那种大盒，然后里面有很多格小格的，他就直接打开那个。那个盒子打开，然后里面就超多小格，然后都是放药，他就把那个他们的药这样子分好放在里面，然后就。你说实在，那个有些药不能这样放、欸，其实不行啊，对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放，啊、我就哈，就是药放太久潮湿什么的，那个药就会怪怪的，药坏掉。那它毒性会更强吗？那它毒性会更强吗？像是假如他有些药他是直接包好的，那个你就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再把它刮开才能拆这样。是啊，哦啊，也不要把一颗药掰成一半来吃。哦，那个真的是不要，那个剂量。然后有胶囊的也不要把粉末子拿出来吃粉末，就是直接吃。可是我以前会，胶囊就是有它的，啊就是要胶囊就是为了要防那个啊，就是胃酸直接把它消化掉。对啊，不是在你的食道里面就先不见了，懂吗？不会消化吸收到。然后聊天室有一个是直接在那个诊所工作、啊，就说
我在职场工作超讨厌挂号的人。为什么啊？对不起啊，我是你讨厌的人。他就说，因为很多挂号的，然后自己挂号会一直念，一直想闯入整间。闯入整间？会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比较那个比较白目，不会去不比较白目不会去管。对对对对对。啊，喜贺啊，不会，喜贺啊吗？对啊，哎、欸，很多那种哎、欸，超多那种一直去开门的、欸。打开门先看一下这样子。对啊，就看一下嘛，不会死。他又没救了。啊，你有的我也有啊。你是在看什么科？什么科？你到底是看什么？怪怪的，怪怪的。你看哪一科？眼睛啊？怎么了？眼睛你有，我也有啊。拿病啦，高血压，然后什么糖尿病之类啊？你有，我也有这样。大家都有，超不妙的。真的，大家都在笑。唉，哦，终于打到一张速度光碟了。恭喜恭喜你！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你！嗯，哎呦，啊，我今天早上就是在那个他那个健检中心的时候，就蛮平常的，然后一直就是大家都是说对资料啊，对出生年月嘛，然后就是前面都蛮正常的、嗯，然后就是对到要去照 X 光的时候，前面那个小姐就，哎呦，今天你生日哦，生日快乐，生日好，怀旧，然后讲超大声，祝你生日快乐哦，我想，哇靠，你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吗？哇，好尴尬哦，尴尬哦。他前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工作啊。我不知道他是海底捞工作、啊。之前在什么海什么捞？海叉捞。对啊，海叉捞，海叉捞。不知道。我前面都很正常，就是都是一般聊天，就是只是询问什么，然后就突然他拿到那个本子就在那边、啊，你生日快乐！他有多给你糖果吗？是没有的。他要给你小卡片吗？不要闹了好不好？哎，附赠一些商品给你一个，哎，多给你一个好宝宝贴纸，对，好宝宝贴纸。来，乖乖桶里面的软糖最好吃，来给你、啊。你看现在还有乖乖桶吗？有啊，有吧？少了吧？可是不得不说，乖乖桶的软糖难吃，蛮好吃的。难吃吧？我就觉得很好吃啊。难吃，我是硬糖哎、欸。我也是硬糖，硬糖派的。我是硬糖，我觉得软糖也可以，硬糖也可以。我也是。软糖还好，我觉得里面的乖乖桶的硬糖粘牙齿会有点不爽哦。那你去买那个啊，牛奶糖就好了、啊。牛奶糖那个超级粘牙齿、欸，那你不知道粘粘爆吗？我要去买一个超级粘牙齿，然后我去买牛轧糖粘爆，粘爆。有没有遇过那个同学是他生日，然后他会带那个乖乖桶来发糖果？有啊，有啊，有啊。国小都国小大家都有这样做过吧？会吧？那你有没有遇过我个同学，他带了一个桶过来？结果他也没有发，他自己可是把狂克克的。没有哎、欸，你也看他自己吃，那他是买来自己吃的吗？买来自己吃的。那他怎么不买开心果啊？他满心期待。我好拽哦、喔！哇，今天有乖乖桶哎，没了，我自己吃的啦。你以为要给你们吗？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心情，就是哦，有乖乖桶啊，今天他生日，对耶，满心期待哦，有糖果、哦，生日快乐。然后跟他讲完之后、欸，没发糖果啊，整天。我要自己吃的啦。不然有点难过、欸。那他干嘛不带瓜子来？课就好了，这样瞬间变老人模式，喷到乖乖桶里面去啊，然后伸手进去洗手啊，什么都是屎，哈哈哈哈哈，好讨厌的，我笑，还想偷吃啊，太有趣了。我觉得那时候发乖乖桶坐后面的很亏耶、欸，因为坐后面都前，因为他们那时候发是前面的人传过来，前面的人全部挑完了，都是会先把好吃的挑走啊，剩下就对啊，最后一个只能拿剩下的，没有人要的。而且因为乖乖桶里面有大有包装有大有小，通常那个大包装那种饼干的，对，会先被拿光一包饼干，错，我都拿去了。讲到粘牙那个啊，那什么、嗯、什么地瓜签哦，还是什么鬼的那个。就是那个我真的是黏到爆炸、欸，我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吃那个东西。蜜糖地瓜吧？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吃哎、欸， oh. 我觉得好烦哦、喔。可是我又觉得它很好吃，它是很甜没错啦。
对啊，没有，因为你吃没几个之类的。对，哎，没有没有，不是拔丝地瓜，是那种是就是炸地瓜片，然后它会裹蜜糖，然后就整个就黏黏的。哦，好像大概知道的。说到那个，对啊，我看一下，想到一个东西，完全不知道怎么吃哎、欸，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吃的这么顺，然后我吃个没几口，我就那个牙龈都是都要去剥，我觉得超烦。不给哈基吃啊？是觉得好吃，可是我觉得就很烦，所以我看到是不会想买。好吃起来，但是好吃啊，为什么不买？对啊，可是就很麻烦啊，你一只手要去吐你的牙齿、欸，哎、啊，手要一直去吐牙齿，对啊，很怪哎、欸。有那不粘牙的那种麦芽糖类的没有吧？啊，麦芽糖不是就是会粘？我觉得要粘的，不粘，不然要怎么样？一样弄。要干嘛忘？然后你们有玩过就是很像抽抽乐的东西？有啊，就是过年还是什么的吧？对啊，然后它是没有，就是纸张，然后你去揉它，然后可以抽到号码还是什么的？有啊，有啊，有玩过，有要把它撕开，没有买回来，假的，有啊，早期的抽卡，那个早期的抽卡，早期的抽卡，哎。还没有保底，有个苦，对啊，还抽不到啊。看到别人抽到了，在想说，这样讲我自己买啊，自己要吃，那是不是不用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当然可以。可是那里面的东西很没有几个是好吃的。那这个通常里面的东西都蛮废的，是不是？对啊，没有没有，就是有些固定吃的，就是你抽到你就可以吃那个东西这样子。那自己一个人的話，哇，那你很有生活仪式哎。对啊，你还要抽哎、欸。因为我之前好像真的有这样干过，哎，我抽到了耶，拿一根，啊，没抽到再抽一个，对，没抽到我要抽到有为止嘛，好有仪式感，抽到中为止，真的哎，哎，我以前都很怀疑那个搓搓乐真的是有奖的吗？我搓那以前狂搓都没有搓到过，全部都是明显回顾，谢喽。好黑哦、喔，是至少不是会有那种什么很烂的糖果之类的。没有啊，可是那种里面的大奖的也都很烂耶、欸。对啊，现在看起来都很烂啊。像他那个，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买过，就是一整盒的。然后他就会说什么里面什么有什么有一个手表啊，然后什么、手表超烂啊，好酷哦，好想要哦。然后觉得那个手表超烂，烂到不行的那种电子表，又丑又烂，又丑又烂。不是啊，他就这种便宜，你是期待他能有多好？是没错，可是小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塞，他是一个大奖耶，他应该要超难抽到，然后他应该很豪华这样，然后就一抽到，还不给我一个那个可乐糖，我满心期待。对呀、啊，真的是。我从小就对那种大奖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幻想，所以就不会有像你这样这种失落感的幻想。真的，那个真的是那你很快社会化哎、欸，这就我从小就基本上不太会去抽那种东西啊。对啊，我小时候总带点希望啊，旁边你完全直接就变成那个人，从小就是小老头，小老头、啊。我跟你讲，最痛苦的不是你没抽到，而是你旁边的人都抽到了，但你没抽到。哦，这真的是最痛苦的。啊，这不是轻轻松松吗？那怎么抽不到、啊？然后你是明显会哭。那时候什么刮刮乐吧，我觉得刮刮乐最明显。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然后跟同学他们去抽，他们都会买那种300块的啊，好像是300的吧，还100的。然后他们都是起码都会抽到100、300，就是刚刚好回本那样。然后我抽了3张，全部都是谢谢，什么都没有。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抽到的问题。他们太夸张了。他们太夸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抽到的，对啊，凭啥、啊？我都没有。我来磨一下东西好了。磨，你是不是应该找小雨了？小雨要帮我磨吗？看你们学生要帮我磨一下吗？哲学生，看你们穿着小雨的装备，转身只能磨出来就是各种什么。欸、我们现在擦苦力了，是不是？来啊，你磨，你磨，有目标咯。不是啊，小雨不是都不是磨自己的超烂，磨别人的超好。哦，对呢，哭了。嗯，没有哎、欸。磨一下。啊，你磨一下。你磨了什么？
不知道两倍能力耶，谢谢咯。哦、哇塞，我帮你录第二次了，是不是啊？你家父也是两倍能力耶。哇哇，我这把可以砍多少啊？哇，我可以砍1370。太夸张了！哇，是怎样？我是 GM 是不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觉得人家都有袋鼠，你可以袋魔，袋魔然后你要收钱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要喊着我的口号 ，money money money。对啊，对啊，对啊。什么？跟那个啊，很适合哎、欸。是我的广告词。不错啊。哎呦，好烦哦，我自己都弄不到。都把别人磨超好的。服务了，不要，好扯，好扯，好扯。之后要磨妆，记得找小雨。对，要找小雨。小雨，你以后就很魔化找小雨。魔化。哇，你这样听起来像什么 boss？ 好盘，哎、欸，请问小雨，今魔化小雨吗？对。嗯，要挂号哦。请问一下，不可以過號啊、我要排几号才能磨呢？不好意思哦，过号了，我没有的。拿号码。过号不补的哦，这跟意愿不一样哦。过号不补哦。过号那个魔石就我自己留下来了。哇赚！感恩师傅，黑心商店的部分。冲个几次应该，我们冲了。啊！我看到他们在聊小时候的吃的东西，我看到有一个我很意外。嗯，他们有人会直接小时候会直接拿就是冰在冰箱里的枸杞来吃、欸，枸杞？对啊，枸杞太健康了吧？你太健康了吧？对耶，真的耶，你是很健康的零食耶，可是太健康了，为什么冰箱要？直接冰着枸杞，我刚刚想说我是还是那个是妈妈晚上要拿来煮鸡汤的，那个是要煮汤之类的东西吧？对啊，枸杞我哎、欸，我其实以前真的不太喜欢枸杞。那可是我印象中枸杞都是干燥的那种，对啊，对啊，一包这样。那不是煮汤的吗？对啊，煮汤的，然后我泡茶之类的。你知道我之前有一阵子对枸杞有点阴影，所以我看到都会把它挑掉，而且是真的直接挑出来一个一个挑。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前阵子呢，我就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好像不知道是可能不知道亲戚还是什么吧，就是在厕所的水槽，他那时候吐了一口痰，啊，然后我那时候看着那个痰的样子跟枸杞里面有枸杞吗？哦，然后我就觉得枸杞越看越像痰。好恶哦，所以我可以这样磨灭枸杞对我的美好印象。所以我有一阵子枸杞，我一看到都挑掉。天哪！我到最近，我还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比较不会挑掉了，但是就是有看到只要汤有选择里面有一个是，就是那个汤里有枸杞，我就不会想要，我就不会想要。啊，哦，我还蛮喜欢枸杞的。你膨胀的。不是，我在测试，我本来反应就不高啊，所以你们大家不会都觉得痰很像枸杞哦？为什么？不会啊，会啊，我吃东西不会有太多的联想了。你要联想很多的话，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不用吃哦。是啦，是啦，是啦。而且痰一般不是黄色的吗？不一定啊，没有就没有，是说就是样子很像，那是看你的身体状况啊。对吧？主要看身体。可血痰哦，太可怕了。那是真的有问题了。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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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啦？什么意思？你几个意思？你刚是不是在冲掠夺？对啊。然后你是不是冲完之后卷轴忘了拿走？可是我没有多放卷轴进去呢。那你卷轴还我好了，那你还我好。哦，有可能我刚没钱。你还我。
没有，因为我刚刚在那边看哈气，然后突然吐一张那个卷轴出来，然后想说，我刚想说我在全身都满的，然后放上去，放上去之后，嗯，怎么这么有卷轴？你什么意思？那并不是我的，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没发现，早知道我就干走了。你什么意思？不是啊，反正我刚钓鱼钓了两张，超爽的。啊，太好赚了啦！每次都是钓鱼钓来的，钓鱼超好钓哎。你在讲他会改几率的哦，要被那个符了，要被那个符了，不行不行，我觉得太难钓了啦，这个钓虾场哦，那个钓到你不要来钓啊，不要来钓啊，完。你家外面明明那个湖也一直在钓，哎，你外面也有一片湖，你来我这边钓干嘛？不一样，你可以那边还有许愿女神呢。没有，你可以去那个啊，你可以去哈基家前面那一坨啊，也不错。他那边不会钓到，那是游泳池，那是游泳池。他曾经有还变成那个浴缸哦。还有泡澡粉是不是？对啊，有泡澡粉啊，虽然它红的，红的泡澡粉，算怪怪的。石榴口味的，石榴口味，石榴口味，还不错，还不错。那你想看看石榴口味的木头房吗？啊，木头房，石榴口味的木头房是什么意思？我听起来这边会出现石榴口味的泡澡池，那应该隔壁应该会出现石榴口味的小木屋啊。你是对他做了什么让他染满了是不是？我觉得听看起来会比较像是染了一堆鲜血的房子，血流成河。对啊，好恐怖哦，吓死人。嗯，哇，现在要自装的话不好自哎，自装没有其他石头去辅助的话，就真的很随机。对对对啊，没办法真人什么。看你有没有扶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到了。嗯，扶。然后说你没有消毒，你扶不起来了。扶不起来。没。你是不是要害我？扶。啊，倒退路。哇。扶。啊。扶。哦。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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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就不动了，是我就不动了，太危了。阿嬷保住了你，服、啊、不服？你服服、啊、问你服不服？服不服？我就问你服不服吧。冲不上去。阿嬷的祝福。你是在咬？阿嬷的祝福。那我觉得你体重，你的体重可能会增加。阿嬷应该烤很多饼干给你。嗯，真的。太我最近好像已经没有在点点饼干了吧？没错，很久没打开了。不是阿妈们应该帮我弄了不少饼干，打开上去都是糖块。对啊，对，那好像很值得上去看一下哎、欸。啊、哦，我想说你们终于没带饼干了，有没有？什么？因为就是玩到尾端了、啊，糖块就有新的东西啦。阿妈终于可以休息了。没有，他们没有在休息，没有，他们还在一直在工作。嗯，慢老板，他们永不休息。那饼干就是挂玩不玩的那种游戏吗？对吧、啊？就是一直挂着而已啊。他的升级挂着，挂着然后点啊。对啊。有没有想放置英雄？对，就是那种类型的。没错呢。我想打一张那个什么千分之几的唱片哦。对啊，我也是想说每天可以先打一下，打到真的不稳就可以打一下。从以前只有一张而已。对啊，是阿旺出过一张。啊，再也没出现过这。这比打藏宝丽鼠还要难。真的。哦，我讲到藏宝丽鼠，他有出过哎、欸。今天，对。我想到今天在宝可梦伺服器的一件事情，超哎，你不是说你很气吗？对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新活动有机会可以打到那个公园球吗？哦，然后我今天打 boss 打到一颗公园球，然后我想说，哎、欸，旁边有一只我没收过图鉴，我要去收它。然后结果我的仙击球在最下面，所以我就很顺手直接点，然后直接把它拿去抓一只死神官。我真的是要吐血了哎、欸！哈基不是也是吗？我的公园球，没有没有，哈基那更惨，哈基更惨，他是死无全尸，他丢出去，然后赶快把游戏关掉，然后那只宝可梦也不见了。他球也不见了，他球就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没错、啊，我的至少还在，可是我看到他，我应该会阿宅一辈子。我真的很难过，我的公园球。公园球很好看，对啊，很可爱，黄色的，没错。怎么了？他咳出血了。刚刚不是聊了吗？咳血了，气到出血，气到出血，气到出血，很严重哎、欸。究竟是有人附近有看到丛林吗？你想看吗？可以去主世界看看，去找那个。我要丛林木的树苗，然后我自己去找。丛林木的树苗。哎呦！对呀。没有。那我自己去找。我还发现什么木头都有了，就缺丛林木了。可是丛林木蛮丑的，没有啊，就是造景啊，自然造景啊，不是盖屋子啊，自然造景。神奇，不是丛林木的那个木板很杂的感觉、啊，很杂，杂质很多啊，我以为是这样觉得。要沥掉啊，沥掉，那可能把那个渣渣沥掉。对啊，哪一款木头可以这样用？人的话也是很厉害、欸，太难太难了。我想要把那个我们这个到中介的隧道拉直。中介的隧道。呵，啊不对，不是你。你说你们铺冰的那个啊？对啊。我们现在有弯曲哦。有一个闪电恩。可是这样子很帅啊！你还要转弯，这样子你就不能挂着，然后到终点这样。嗯，阿展，哇，今天是神运啊！马上遇到，我传随机传十万格就在丛林里耶！哇，哇，好猛啊！你最近有要抽卡吗？我刚抽完，刚抽完，哎，运气还没走。不对呢，我们还有一款，好像之后准备要抽了吼。嗯啊，完了。你有新的？啊，就那个啊，很不像，很像是联动的那个啊，营养师啊。你这营养师要出了吗？那两只快出啦。好像要出了吧？哦，那两只快出啦。那代表要差不多了，周年庆了，又要周年了。对啊，又要周年了。我已经懒得去玩那个游戏了，好累啊！没有啊，你现在你现在什么都懒得玩了，除了那个而已，除了 POE。没事啊，你的账号依然好好的。他说：“等一下，哎、欸，是轻松高效吧 ？POE。”真相真相真相。他眼睛是一个漩涡，然后是 POE 的样子。他眼睛、就是、他眼睛已经是崇高石的样子。崇高石，眼珠是两颗崇高石。哎、欸，没错。哦，对啦，这个时间差不多是新的 SSR 出来之前，是先超鬼王啦。哦，超鬼王不是你们很超的那时候吗？对啊。超期末考、啊、超的超鬼王，那个时候是还有啊，现在都比较佛了。我现在就是想到在上，干不了了，干不 了。我那时候真的干呢、欸，是吧？真的很干、欸，真的。以前疯的时候，没错。干得笑。现在是有定期在上啦，打斗鸡这样。没有，我大概已经有两三个月没上了吧。我记得影月上一次有上，是为了要抽那个，是抽想说抽一下那个嘛，我没记错的话。抽了下是新角还是什么、啊？那个是花鸟还是面临器的时候你有抽？我忘了，反正很久之前了。对啊，嗯，就是想到就上一下了。什么烂掉？千周年哦，千周年才超鬼王啊！嗯，太久没上了，现在这次超鬼王没我的事了，我可以看你们去干了。也没有我的事。
我看我到时候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兴趣？大家都没有动，我就太想动了哎。没有啦，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兴致。没有就有像那个啊，欸、上阴阳师上一次的活动我就弄完了。嗯，那個、工商爸爸。有工商再回去玩，然后结果就说啊，那应该，嗯，那应该，哎，怎么办？哎，没啊，没啊，好一阵子，看来是没机会回去玩了。我听到了，这么好的游戏，你听到了哦。这款没玩多久了、啊，三年了，玩好久了。我的上线天数已经要999了，哇哦。很猛哎、欸！我现在已经500多600了吧，也快差不多快2年了。没有，你知道现在就是因为我，哎、欸，你怎么有人离开？因为我之前、我去算了一下，我真的是如果每一款我都要很认真每天上线，我其实光手游啊，每一天每日稍微解一解，我就要花快2小时，太久了，哇，太忙。所以我就变成是。就是稍微压缩一下，就是可能啊，最近的话可能就是几个按上线按一下，按一下，有兴致按一下，这样就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哇，太久，好累哦，2小时哎、欸，2小时就在那边。可是我最近在玩别的，对吧、啊？你不是说你在玩的音乐游戏，还是你那音乐游戏没了？有，我还是有玩，可是我最近在又在玩别的了。哦，好好好，又有别的。什么的？我在玩一款已经很久远的游戏了。我在养那个剑男人。剑男人？剑鱼？你说什么？哇，剑鱼吗？不是啊，刀剑乱舞。你是玩剑男人呢、哦？哦，啊、刀剑乱舞。那个也我去打刀了，我去打刀了。哦。你打刀了，那个也很干哎、欸，我觉得。那也超干的。可是它就是真的纯干而已，完全不用花钱的那种。对啊，就是干、哦，只要你干，你就不用花钱。来玩光遇啊！好图、欸、光遇我有稍微玩一下，然后我飞了好几次飞不起来，以后我就删。不会飞，不会飞，我不知道他叫我往上飞，然后我一直沉到下面，然后我就删了。你是地面系的，你不会飞。还有地面系的，啊，真是瞧不起地面系的，我不能用跑的吗？这边装个小地图模组好了，都装模组，都装，哦，装模组，哦，装模组，那我要装自动整理包包了，装啊，装起来，装起来。那请问可以装个小地图吗？我一直迷路。你装了，你看得到路吗？个人端呢？对啊。没问题，我现在立马下载 Forge。可是现在其实说，不，现在不止 Froge 欸，有两款的欸。哦，有另外一个，对不对？我记得。对啊，在 P 级的欸。看那个谁啊？纸片的，纸片的在推另外一个啊。对，就是。啊，在推另外一个。FABRIC。对对对，另外一个模组的。哦 ，FABRIC 那个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嗯，然后主要是现在有很多做模组的有换过去那边做。嗯。因为他那边的更新跟什么去设定什么都比较好，好像比较方便。是啊，然后架构吧还是什么的。对，好像是。没有去研究啦，很久没碰模组了。没错。好久没写模组了。写他剪，写他剪。我想说。写模组哇塞。没看过你写过。对啊，我之前就写function还是什么的。function 跟插件。嗯。对，是不是应该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啊？但就不会局限在只有卖块指令的。嗯，可以去试看看啊。感觉也是一个蛮大的坑。嗯，充满农药，说不定以后你就不是只会指令的大大大了，就还是个会模组的大大。嗯、这我比较想要学材质包的。材质包？材质包不就画画吗？对啊，材质包，对，那材质包，它的技能点不一样嘞，对吧？它主要是那个立体的，像有些不是那个，什么方块放上去，它却是一个人的样子。你是在说那个吧？有人用那个，然后去做很多那个嘛，对不对？就是很像他那样子嘛。对，
超脱那种方块框架，然后自动出来这个，可它还是一个方块的那个碰撞箱。嗯嗯，它只是造型不一样。看过很强的耶，那看到一个那个超巨大的城堡，它是一个方块，嗯，就放一个放下去就超巨大城堡。好酷哦，感觉超酷的。所以我怎么觉得他的天赋点是在另外一边呢、啊？对，设计师。对啊，他是不同边的、啊。可能像那个 P O E 的天赋，你的指令在右上吧，你的指令天赋都在右上那边，然后写模组可能在左上，那个可能在左下那边，整个是对、yeah! 对角位置的。哇、哦！哦，孟小雨，恭喜恭喜！哎呀。是今天达到的剑哦，那要不要自己磨一下啊？磨一下嘛，磨啦，磨啦，看看是不是苦力怕，开磨啦，开磨啦，开磨了，开磨。我来看，我来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苦力怕啊，不是啊，苦力怕，苦力怕。你不把这。你不继续洗掉吗？还是你就现在没石头啊？没有任何的是没石头啊？我没有石头吗？你没有石头吗？没了。你磨石先拿掉。我仓库那边去翻一翻，去翻一翻，快点。这么少，还有免费的可以拿、哦。给你洗洗看，给你洗洗看。哇塞，好狠哦，好狠、哦！赞助你四个啊！哎，我赞助你两个，我放上去了。啊、可是我这个如果最后磨出来又是，又是那我也是没办法，那就忍了。那我也是没办法。那小雨，小雨，如果又磨出那个，那我就获得快乐了啊！我就获得了我今天的开心的。只有我受伤的世界完成了！哇哇哇哇！我真的是黑，好黑好黑！哇哇！哇塞哇塞，不太妙不太妙妙，好像回来了、欸、好像回来了、欸、回来了、欸、没有，刚刚有两个加幸运哦，刚刚四个吧，就防御力、欸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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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些超贵，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我看到自己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有没有真的，因为真的太贵了，太贵了，我有几个真的，没有获取管道了，太难了。那你们觉得现在这样一颗的话市价多少？你们愿意买啊？你要买了吗？然后我看一下，它接近无价啊，一组接近无价啊。一颗接近，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获得的，没有获得方式啊，嗯、是绝版品啊、哦。之后就会有了，之后就会有了。可是就不知道绝版品出清，全馆八八折，全馆。现在出清最赚呢。真的哎，趁现在赶快出。哎、欸，来啊！你等会我赞助你，我赞助你五颗。哦，赞助你一颗，刚刚洗好的。哇，赞哦赞哦！真能使有16，赞助你五颗。哦，你再加一条而已了，那我只能再加一条，就再送一颗就好，一颗就好。等一下哦，那再一颗，耶，怎么了？还行啊，攻速，攻击速度还行，趴速都蛮高的啊，就磨吧，磨吧。等一下，等你这趴速都很高是不是？它还蛮高的，18趴跟30%啦，都有过半，速度比较慢而已啦。对啊，速度还好，还好，速度也很无聊。哎，是我压力好大，这个一模在看东西，我真的是，大家都在看你耶，来啦来啦，都过半，魔了魔了，耶，僵尸，僵尸，僵尸爱你，哇，你真爱很大啦，经验很大，谢你，我魔了四个都是僵尸，好强哦！小雨，我好快乐啊！让大家获得了快乐。小雨，你承载了我们今天的快乐耶！哇！天哪，小雨，小雨，这么酷！康乐鼓掌。方面来说，你也很欧哎、欸。康乐鼓掌，很强哎！你的康乐鼓掌是运动的，你的康乐鼓掌是为了让我们笑的哎、欸。
真的很痛苦哎、欸。从方面来说，其实你也很欧哎、欸，我的天啊，很欧哎、欸。对啊，你很欧、欸，这是一个诅咒哎、欸。你今天就改叫做僵尸小雨好了。哦哟，烦哦。哎，康乐鼓掌。我在讲什么？那你刚刚其实，在付的时候，心里是想着什么？对，你在想什么、啊、我想说随便都可以啊，不要再经验值就好了。哦，那你不能这样想啊，下次要换一个方面想。人家想说哦，经验值就好了，拜托这样子。没有，我一点就是天使跟魔鬼，就想说、嗯，如果是真的要节目效果的话，那应该好像要再弄到经验值，可是经验值。但是你的节目效果战胜了你的想要的东西，没错。太难过，不愧是综艺咖的小雨。对，综艺咖，哎，我的天哪，太难了，太难了。没事啊，起码他封印满啊。哎，我想说，哇塞，这是天选之剑呢，因为他打到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有那个锋利式加修补。我说，哇塞，应该省很多钱呢，然后就没错，没错，哎，太痛了，修补就是打僵尸用的，没错，没错，把你备好了，我知道你要打很多僵尸，没问题。你可以拥有更多的经验值。太悲伤了。嗯？嗯？嗯？A 的医生？对，我刚听到 A 医生。那个铁斧是不是那个先拔掉啊？没记错的话。铁斧对，在那个拔掉了。OK。你要砍树是吧？你要砍树发现砍不下去。没错啊。砍个 man。也还好啦。效率五御水斧，可以。御水斧吗？不是这铁斧而已吗？没有，他那时候铁斧拔掉了、啊。现在那个拔掉啊，所以当然是用御水斧砍啊。哦，了解。还是你们想要装回来？没关系，都行。现在这样也行。你有听得出团团很想装回来吗？都可以，你听得出来吗？没有，装回来的话，我会比较危险一点。你家吗？都连你家都拆了吗？平常不要拿出去好了。对啊，你要不是拿出来就砍了。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们的、啊。在家干嘛拿斧头？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我啦，担心。对，那个用木头盖的。也不用担心我、啊，我家坐在底下。我家是蛮容易被清理的啦。对啊，杰克是会怕。清理的其实人没有很多哎、欸。对啊。有啦，有在用啊。我家好像有被清掉了。哦。因为哈基家现在也不是这个。哈基家不是啊。我家是不是也很危险？对啊，三个，对啊，四个人呢、欸。你家超偏远的，不用怕好吗？四个。哦，也是，我家超偏远的。四个其实没有人过去。而且我不能只当做一票，我有好多票哦。你有好多票，你有好几栋建筑物啊！你看哦，法院一票哦，仓库一票，熊猫馆一票，一间一票都是，我们是以建筑物算票数的。啊、然后最近的云霄飞车也一票、哦，这很多票，你是大地主哎，你哇，一大堆呢，产权很多哎，产权，好笑，我们大富翁哦，木头系的，嗯，阿熊啊，熊猫不是一个竹子吗？怎么会是木头系？竹子没有房子可以盖，因为没办法用竹子做建筑盖不起有竹方块搞不好就可以啦、嗯、有竹方块可能就可以，我觉得他搞不好之后会加进去啊，因为模组的竹模组好像就有竹方块，搞不好有竹栅栏之类的、嗯、对啊，这样我就会用、嗯、哎小雨啊，给你一个转学历好不好，转学历对啊，骗到厕所然后倒他水桶那样，对不对？没有这么坏，校园霸凌的部分，你看，对啊，争夺跟你争夺校花，你在哪里啊？你看他在问呢，我觉得不要讲出来会不会比较好、啊？这个声音听起来，你在哪里啊？他是水桶准备好了，
为什么拿着岩浆桶？我还好，如果是水桶，拿肌肉，岩浆桶可能不行。我在打怪子。打怪吗？好，我可以推理啊。好，你在打怪是不是？好，没问题。用灵架盖房子。啊，还是打怪啊？不是啊，那灵头会打怪。啊，传送一万个喽，小雨。小雨，你看那个潜能箱，这把顶龟的。哎呦，怎样？再让我再磨一次是不是？再你去让我再去磨力，磨力是不是？又看你啊，你那个因为他的那个附魔、啊、缺修补。哦、oh, ，你就去付一个修补，对，然后其他的战斗能力都有了。修补去我那边拿一本，直接付上去啊。嗯，耶、oh, yeah. ！我再看你磨一次，我们再快乐一次。对啊，我要再去快乐一次，我要再去快乐一次。我去看一下，这是第二把剑了吗？还是啊？还是那是你第一把剑？他之前爆了啊？没有，这是我磨的第三把了啊！我磨三把剑，有两把是那个、啊。两把是僵尸啊！哎、啊，我魔盾牌也是僵尸啊。然后另外一把金剑是骷髅啊。真的没办法。哎、欸，小雨，你这个魔下去，你知道有三种结果吗？嗯。一种就是你是非洲人，一种就是欧洲人，那再不然你就是效果仔。对啊，效果仔。我真的好希望这一切是我精心策划出来的效果。听起来越来越难过了，真的好难过。再磨一次，看你的血统是哪一种哦。哎，这次我帮你按，你要磨了吗？等一下，我来偷个。这里，这一个。好，感谢，屈服一下。也正在前面。嗯，前面正前方。看到。对吧？那把够顶吧？这把可以，还帮你弄好嘞。那我去找我的两颗头，等一下。哎、欸，还是我还有模式，好像还有，看一下。不是，我在上面等，准备了，我在上面准备了，准备下了，准备好了。等着获取今天双倍的快乐吗？双倍的快乐，究竟是双倍快乐呢，还是？要磨的跟我说，我再过去。诶，究竟是双倍快乐还是小雨双倍的快乐呢？打僵尸让我很快乐。哎呦，哎呦，很勇哦！哎呦，很勇哦！很勇吗？很勇哦！应该不会吧？哦，很勇哦！很勇吧？你要不要抢？你要抢绿吗？你要不要抢绿啊？我没有抢绿。我赞助你一张，来。好可怕！到底会是涌下去还是爆炸？可是你那个其他属性还没用好哎、欸，很可惜、欸。难道是三倍快乐吗？好屁！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大家都很快乐哦。哇，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恶魔，每个人都是恶魔。来，加油！来，强绿帮你放上去哈。啊！英文啊！哎，等一下，难道是骗人？啊！等一下，我的死啊！加油了，我准备好了。啊！三倍快乐，好快乐啊！太快乐了。太快乐了！因为你知道你刚刚大成功吗？你刚刚二哎，你八上九都是大成功哎、欸。对啊。哦，都是。来了，好爽！小雨来了，小雨来了，小雨来了，小雨要我帮你点吗？能不能四倍快乐就看现在了。太难过了吧？四倍吗？不是三倍吗？小雨要我帮你点吗？要不要？我要把命运掌握在我手中。哦、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那我就觉得算了。我经验值那个还是僵尸就是四倍快乐，这个够顶了吧？够顶了吧？这次应该来个苦力怕啦。好了，不要搞啦，这野妹真的是。来了。哦，没有啦。是啥？上面的。加附魔。你好击退哦。11了哎。击退六哎。击退六哎。我是不是超击退啊？哦。打一下。打一下看看。那很急耶，有谁不会死的？
我打我哦，很远呢，我很急耶，哦，正急耶，急他急他，可以吸别人，你可以吸别人一口，然后再把他打远呢。对啊，哇塞，这 PVP 神剑哎，直接吸血，然后把他打飞，不然让别人没有还手机会。可以啦，啊，可是没快乐到，可惜了。哎呀，小雨，今天只有两倍快乐而已。小雨，恭喜你，来，你不是效果仔了？什么东西？效果仔嘞？没了，请问这个是要干嘛？有人送我一个破皮的丛林墓园墓器，什么意思？那一定是在砍树都不然捡到的。我塞在他座位前面。每次怪人，塞错人，塞错人。哎、欸，阿花，你怎么真的知道我？你怎么知道我是正在砍树，不小心按到右键？你是我老板，我还能不懂你吗？哎呦，傻眼了。啊，因为就你知道，有时候砍树砍一砍，拨了一个，就真的很尴尬，你知道吗？那你这样丢给人家。看你好像很需要，你可以我多把剑的，对吧？你怎么剑？我剑也超多啊，都制到一半的。啊，好了，今天很快乐，今天很快乐，哎哎，今天很快乐。对，我今天还没打副本，打了。那我有荣幸可以跟你一起打吗？我看一下要拿什么那个、欸。那等一下会不会看到你的钟爆掉？速度的。谁的钟爆掉？那就是四倍快乐了、欸。对啊。哦。那不一定哦，那个很有很多上限哦，有四件装哎、欸。哦。那有机会看到你把团团打飞吗？哦。就我刚测试就把它打飞。对啊，我说在里面打的时候。在里面直接把它打飞是不是。对，你可以把怪子壁咚到角落哎、欸。啊、一直推走，一直推走。嗯，现在主要是没有跑速的那个。哦，我觉得刚刚送小雨之前应该要先命个名的，可惜。又要把它改奇怪的名字。塑胶棒球，这也是塑胶棒球组嘛，是不是？对啊，那塑胶棒球组已经爆掉了。五魔夫要爆炸！我记得我捡到我抽到那个钓竿叫做什么？天气好冷、啊。天气好冷。天气好冷。太难过了，吃个东西。你不难过也在吃吧？你只是在找借口而已吧？哦、所以小雨还要一下下，是不是？你那边有那个吗？桃树光碟吗？我好像全部都丢到那个里面，然后好像就是上面的工厂。我有三的，要不要？好啊。我刚好放在你的里面，因为我想拿去用掉，就是四个的那个啊，就各一张。在打光碟，对。度啊度，我全部都放在工厂啦。嗯，得去看看。三叉戟，光碟，哦，有。它算武器吗？啊，三叉戟，是啊，算吧，不然你要拿来干嘛？烤肉？它是不能冲，对，它不能冲，它不能冲。哦，你可以去当海王。熊猫团团，哎，我放个东西。哦，那不是海龙王彼得吗？熊猫王啊！啊啦啦啦啦啦！有了。嗯，就这样。还好呀，希望不会死掉。哎，等一下，时间太短了。放错了。快，还要更快。千。什么？120秒。应该可以吧？不知道，替换麦。你要加啥吗？没有啊，我都行，因为你知道我之前都是什么都没加。
哦，你只是进去拿卷的是不是？对。钻石比较多的。哎呦，你说他钻石很多、哦，那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中奖的人的感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周想到自己没有，我是这样的人吗？哎呦喂、啊！哎呦好远，哎呦好远，你这打副本好像有点难打呢。对，好像不能拿着打。我看的好开心哦。没事，我有憋吧。啊！不要再丢药水，要不然就是我要瞧一下位置，把他们打到那个。哎呀，这样的话，调角度就没了。最尴尬莫过于在打副本很刺激的时候，鼻子突然很痒啊！我要传一万格喽！传一万格，传啦，传啦！好狠哦，这些人！然后一个传完，另外一个再传。耶、yeah, ！传了三个人之后，三个人同时说：“我要跑图喽，我要跳刺喽，我要练跳刺喽，练飞行喽。”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小心！哎呀，剩60秒啦！可以，哎、啊欸，大只的我打完了，大只的我打完了。这哭功很烦哦，帮你打给团团打好了啦。怎么打？打排球？我打打过去是不是？哎那哭光喝醉了是不是？完了，好像他听起来比较像团团喝醉了吧？好像来不及耶。对啊，那哭光很烦呐、啊。哇！等一下，哇哇！砍到熊猫团团。没事，你就砍我没关系，把怪砍死就好。18秒，砍大力一点。感谢博星超级留言。不是，你不要再跳恰恰了，你最好这么会跳舞。10秒，9、8、7，哎呀，6，哦，有了有了有了，过了，啊，极限，没有快乐，没有效果，没有快乐，Yeah。快乐呢？我很快乐。十哎、欸，血量多少？哦，血量是哦，为我只有放12。是海苔哦。你怎么知道？那么大声？我听起来不知道。很脆啊！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不知道？真的，我离很远呢。哦，嘎嘣脆耶！哦。好香、哦，真的是蛮脆的。那这么常吃海苔，你就小心那个。真的啊，你那个钠含量过，钠含量太高。嗯，自己想清楚了。我还不敢吃。然后嘞，再嚼一口。我昨天也吃了一包。他说：“嗯，不敢吃了，这包再吃完就好了。”对，我这包吃完就吃了。最后一包了。最后一包，明天就会忘了。我剩两包不吃了。那给我，给我，给我。吃完一包海苔，你要喝五杯。就是马克杯的水，好脏啊！好多、嗯，没有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喝这样就够了，但就是当然不够啊，就多喝一点呢、啊，就是要你多喝一点水，不然你吃一包，抖内我们在场所有人10块钱就好。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他健康，我们也快乐啊，是不是？哦哦，你说就跟有时候小时候讲。就我之前有听过，就有一些那个爸妈，比如说有在抽烟，就是说，好，你抽烟被我们抓到，你就要给我们10块钱。嗯，哎、欸，不是骂脏话吗？你骂脏话的话，就要给老师10块钱。为什么？哦，这老师好赚哦，好赚的老师不行哎、欸，这样不行哎、欸，这样老师会被告、欸，是进班费而已。真的假的？我是就加到班费，对啊。啊，我们只有骂脏话，然后要写悔过书哎、欸，悔过书五个字啊。我说书也是蛮严重的，就是被老师听到的话，嗯，哦，不要被老师听到就好，就不要被抓到，对吧、啊？对啊，我跟作弊不要被抓到都不是作弊一样。你有没有那种料杯啊？老师不要讲出来，他在骂脏话，老师。就像那个啊，之前那个人家闯红灯，那警察问他，哎、欸，没看到红灯吗？有啊。那你闯红灯？你啊？我没看到你啊。没有错，是你的错啊。
哎、欸，不是、欸，我突然想到前几天我就是那个时候刚睡醒，然后我就在滑手机的影片，然后呢就看到那个脸书有个新闻，我只是整个很问号哎、欸。就他们就是有一个女就是年轻的妹妹，就是买面、嗯、没有，她会开车、嗯、然后她就开车去买面、嗯、然后呢要回，她可能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啊只是买个面而已，所以他们很多人有一些人就是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习惯就是钥匙不拔下来你知道吗、嗯、然后就回车就是要准备回车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抢匪就先坐到他的那个就是开车的那个驾驶座，然后他就情急、嗯、那个妹妹就情急之下，就是他也坐进去副驾上，然后就变成是驾驶开车，然后他坐在副驾上拿着那碗面，什么意思？我好像有看到那一篇，我好像有看到那一篇呢、欸，好奇怪的画面啊，已经很久了，对不对？对，但是我就今天突然又滑到，但是我觉得超傻眼。然后呢，就他们的对话，他们还中间还有对话、哦，对话就是对话说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妹妹，你不要报警，我记得吧，是这个吗？对对，女生先问那个就是警匪那什么强匪说那个哎你那个车子要还我啦，你下车。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不要啊，我如果下车的话，你就会报警啊，你不要报警啦，你不要报警，对，你不要报警啦。什么？这强匪怎么姿态这么低呀、啊？我不懂啊。哎、欸，那个，然后他们还挑战他，他说什么？那个就是那不然你给我1000块，然后放在这个包包里面。然后那个妹妹就说没有啊，我没有那么多钱啊，那不然500块。然后妹妹就说啊，300块，400块，好价好价哦，就很巧了，还在喊价什么啦？买菜是不是？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妹妹就发疯了，啊、就是因为就很就她就一直在乱开车，然后还逆向什么的、嗯，然后之后呢，那个就是她就说你给我滚下车，然后呢那个歹徒就那个什么强匪就回说。我不要你，你会乱报警的、啊，然后就变成一个快哭了的声音。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以为是那个妹妹吵起，然后直接拿面砸在她脸上。对，没有。那时候你真的不要报警哦。然后呢，那个妹妹可能那时候可能因为太紧张，就说对了，我不会报警，我干嘛报警啊？然后最后就不知道开到哪去，之后呢就好，她也是停下来了。然后之后报警了、啊，都报警了、啊。然后的歹徒就被抓了。是他这个抢了一趟车，然后只为了拿那个400块，到底是？我忘记最后是几百块，因为他们中间讨价还价超多个数字，你知道吗？不是，观众那边贺成交是怎样啊？贺成交。哇，观众也是很厉害哎、欸！贺成娇，不是，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他讲着讲着就快哭了，是怎样啦、啊？不要了，你不要报警了。大哥，你不要报警了，我就觉得你会报警啊！白痴都会报警，要抢人家吃的耶，想什么？对呀、啊，就很怪，你知道吗？到底是想什么？你一开始不要抢就好了。那你就不要抢车抢劫就好了，这莫名其妙。可能第一次抢劫吧，然后就被抓。对，抢劫初体验，感觉这是被逼。抢劫初体验，我也觉得搞不好。对啊，搞不好不知道怎样就被逼了这样。是很夸张。可是就还是要告诉大家，就算只是聆听一下，那个钥匙还是要拔掉。对，啊，抢劫不要吵架，太危险了。对，不是啊，不对嘛！抢劫不要说，不要报警，我报了，拜托你了，不要抢劫了。坟墓区，哦，刷光点了，我穿幸运装了，这叫做百变夜行。难怪刚小三就转很久。啊。不是，我站在原地空挥，我挥了六刀，什么都没挥到，是怎么回事？倒挥。这个密度怎么可以密斯呢？哦，会不会到哇，好多哦，光光啊，很多啊，这也太多了吧？多、啊、多哎、欸，这个会密集恐惧啊！有照这么多、啊，你 F 3加 B 这画面很帅哦。哦，不要，哦。
这哎呦，谁打我？哎呀，这里要打扫了，好恶哦！是不是应该拿那个弓出来啊？什么弓？是活动的那个弓，分裂剑士。分裂。哦，你是说无限火焰那个，而且不会耗耐久？对对。等下有窟窿在射我，是不是？是不是要拿吸取剑啊？哎呦，把他们挤在一起。不是重点是你要吸得到啊。对啊，你要先挥到第一只，对对，没错，你就可以无限 combo 了啊！你挥你挥玩家好了，你挥玩家不是我讲认真的，我讲认真的，我没在好想，那要挥一个很硬的人呢、欸？那你提议的你站在中间给他挥，因为我现在砍应该不会到很好，那都不要拿，都不要拿，都不要拿好了。我为了大家，杰哥在这里，这过来啊！杰哥你脱妆了，你好。有没有，我现在把妆脱掉了。等一下我换一把，等一下等一下我去拿一下。对，我刚刚是拿了一把不知名的剑，然后砍了白挨了一刀。侠怨报复啊！没有，我去拿，他只是想砍你。我不，你们打 boss 的时候穿过来，我常常不小心砍到你们，你也不要这样嘛。怎么了？哎呦，有点痛哎、欸！我以为我要断线了。应该还好，应该还好。还是举盾有举盾也会有吸的效果。哦，不知道哎、欸。他钓鱼随剑给我。哇哦！哇哦！怎么不是光碟？哇！我把鞘刺拿掉。哦、你好笨哦。整理一下包包。谢啦，谢啦。打不到啊！这打不到哎、欸。这是打不到了。我来，这个，你那个有吸取吗？有，我这把有。上啊！拉可以拉过来一下下啦。我站在角落，你才不会再往后飞好了。那、啊、你举盾有用吗？我觉得就正常打吧，正常打吧，正常打吧。好。死搞哎！是。然后光碟这边谁比较多位置？哦，吸好多，什么吸？哦。哎呦！看一下，看一下，哇！好棒，好棒哦！再一次，再一次，看，找一头，找一头。啊！你在哪里？找一头，找比较多的，比较多的。我挑一只。哎，有啊，因为密度不够高。对，密度不够高，太远，太远。哦，来了，来了，来了！哦，有哎，有哎。哇！有！好爽哦！好扯哦！好扯哦！好猛哦！你知道，只要吸得到一只，就可以吸到下一只了。你刚刚那前面一坨就很像那种，比如说在农村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小黑蚊一大坨在那边，然后在你的头上飞的那个，在你的头上飞。在公园是不是啊？公园我觉得很烦哎、欸，我觉得超恶心。那个骑车遇到超痛苦的、欸，因为在你头上飞飞飞。光点可以帮我捡一下吗？位置没那么多，跟着你走啊，贪食蛇啊，那种小黑蚊，不会不会，贪食蛇放在后面吃。对啊，他是闻到你的头的味道，很开心，就在你头上盘旋。整理一下，像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就住在山上，他就有 po 一个蚊子，是比一只手撑开还要大只的蚊子。是蚊子吗？哎、那不是瞎子吗？那个是公蚊吧？那不是瞎子吗？没有，他那个是大蚊，他是另外一种品种，他是另外一种蚊子。对，然后他说，然后呢？据我那个朋友说，他那种蚊子是不会叮的。对啊，他不会叮、哦欸。可是比手还大，那个看到还是很震撼哎、欸。他就是脚超长的。他感觉很脆弱，很恶心。他一哦，我打到那个了。打到是光碟吗？传说。传、哦、说光碟。哇。对，下一次用啦。啊不是，为什么走着走着捡到一坨光碟？没有，我丢的。我想说。哦。他满了，我想说怎么一坨，他打集聚冻掉的东西，宝藏历史是不是要出现了？喷出来了，直接喷。宝藏历史，宝藏历史好像在发呆吧？哦哦 ，sorry， 宝藏历史应该在想要改新的东西吧？哇，这吸取很强哎！终于发现了他最强的地方了。这是功能型的剑啊，嗯，不错啊，就走，有两个幸运了、啊，还可以，不亏。
打差不多。过来。哎，抱歉，打小雨。没事，我获得经验值。哇，很乐观吧？好微妙。听起来怎么？苦中作乐大概就是这样吧。你知道我刚刚画面超扯哎、欸，左边不是会说就是你杀怪然后会加一吗？就是一整排一整排整个刷起来。哦，好狠哦，好狠哦，太无情了。辛苦各位了，啊，辛苦啦，辛苦阿奇了，辛苦啦。我把打到光碟扔上来，我要把运上去。然后最后十分钟，乐透买了没啊？副本打了没啊？买了，大家该做广告按了没啊？副本，我副本还没打。我来打，我直接打。副本打，还要副本打，还要副本打。我怎么会有这环节？你今天副本打的吗？怎么偷鸡公身啊？我忘了打副本了。没阴阳师工伤，有副本打工伤。那我觉得好像也比较爽哎、欸，好像比较爽哦。那你可以真的要的话，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扯一个什么食物啊，像咖喱拌饭啊，搞不好就咖喱拌饭，对不对？咖喱拌饭。哎，我打完疫苗真的是吃不下任何东西。我怎么食欲变超好啊？我食欲变超级差的。我当天打完是没有，我当天打完还好。早上隔天醒来之后，我就中午大吃火锅，好爽。早上我还问小雨说：“哎、欸，你刚睡醒吗？还是你没睡？”他说：“睡爆。”我说：“啊，我睡不着、欸。”睡爆，不是都很痛吗？痛到睡不着？不会、欸，啊，没有哎、欸，不是酸吗？我完全，我只有一点手酸，就是酸痛一点点而已啊，然后就没感觉。我也没有，为什么我的是痛啊？哈哈，不是我们打超痛的时候，我是不是？BNT 的话好像听起来只有你哎、欸。哦，你也是 BNT 吗？会 BNT 啊。BNT 啊，我们都 BNT 啊。我这只有手超酸痛，然后睡爆而已，我就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你还睡爆？我骗我朋友说，等一下，没有，就是说那种酸痛，我就是酸到手不想抬起来，抬起来就很不舒服那一种。对啊。可是我大概一天，然后就没了。我差不多，我也是差不多一天。嗯，这里面感觉就只有我是 AZ 而已，呵呵。我也没有，也没有打，也没有发高烧。我也没有，我是没有。我知道原本体温，比原本体温高了0.5度。嗯，今天大概37，然后没有，那是因为是第一季啦，第二季就不知道了。对，好像第二季很可怕。BNT 的话，那我第二季要怎么办？我在等第二季了。哈哈。我第一季现在不是比较多，应该是过一阵子就可以了。不知道什么時候。哦，有 SD 的光碟了，赞、嗯！我看朋友说他打了那个 BNT 手，全身像被棒球打过一样。那他有真的被棒球打过吗？我帮你问问看，我帮你问问看。对啊，像有些人说感觉车被车碾过，我想说到底是什麼感覺？哦，那每个都出过车祸一样。啊、有被碾过吗？这到底是？还是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平常完全也没在运动而已，然后对啊，我不知道哎、欸，就一个超级跨世这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平常我就过着已经副作用的生活，就没感觉。哇哦，那生活也是挺苦的、欸，对啊。那个时候因为 AZ 就晚上会烧爆嘛，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就之前有讲过嘛，我在烧的时候，我居然就是太热热昏的之后边昏就在昏睡的情况下，一直梦到我在吃火锅。火锅太热了，而且我还是在吃一堆豆皮的火锅，好爽哦，爽到爆，好开心哦！所以我醒来就点豆皮火锅，原来是预知梦的部分，超好笑！哎呦，结果你们4周之后就可以再约第二季。哦，一个月啊、哦、！BNT 只要4周哦，AZ 好像要8周哎、欸。BD，AZ，BD，BD 是什么 ？AZ 啦
暴雪 EG EZ GG EZ 所以那个哈记你连你们连的这个中介这个是没开的、哦、有啊啊中哦对没开中介没开哦中介还没开你要去补补耐久度是不是对啊你找小雨啊要不要抖一下抖一下好不好那我去看 DC 那个好了诶、好我建议你抖一下要不要抖一下啦抖一下、哦、抖一下啦嗯抖一下比较快你可以抖一下然后再去看一下河豚啊很爽你们是不是抖 M 小雨小雨他们说很爽所以我想要试试看我这边有啊我这边有啊我这边抖剑耶、欸、哦你说你要弄那个有抖剑啊小雨那边有抖靴对我抖靴抖靴太抖了吧抖靴剑那我要去哪边抖、啊、因为其实你幽灵花你可以左你可以副手拿靴子，我家有凋零花，装备效果。我记得仙人掌好像没。你来我家啦，我家有装备啊。对啊。你忘记我上次就是抖一抖，然后被凋零死了吗？对啊，被凋死啊！凋太开心。凋零。哦，其实这补蛮快的、啊。真的吗？有吗？很快啊。应该是双倍、啊，抖是两点吧，还是四点？嗯，然后你两倍的话，就是双倍快乐，就直接站着就好。然后用黑曜石把你围起来。所以你的那个剑是拿主手还是副手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拿手上都好、啊。没差，现在没有差。哦，你只要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就好。有了某个部位、啊，你要把剑，你要把剑插在头上、胸甲上、裤子上、鞋子上，我随便你好不好、這個？你插了上去你就插好吧，开心就好了。怎么尊重？想插哪就插哪，对啊。我等我一刀，你嘞？真的是蛮开心的，一直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我不行，我快死了。不行，你要继续。要快死了！等一下，再动！等一下，我的画面就是想要看到。可以啦，你抖哎、欸，你死出去你就赢了。我不是抖哎、欸，抖哎、欸，你快死出去就赢了。我不是渡渡鸟。丢丢，钓竿，丢丢丢。啊！嗯，在喝水。嗯，怎么了？怎样？嗯，我那叫的怪怪的。嗯，好米哦。嗯，对。你们这样，等下晚上就去你们房间这样叫。嗯哼哼。嗯，等下哪一天那个什么 Tommy 学会这个叫声，在你耳边这样叫，会不会吓到？哎呦，你说他睡觉的时候吗？突然对，很恐怖哎、欸，我也觉得很恐怖。你怕醋哦？无啦，安尼啦，哦，太好啦，安尼，安尼对。我想要再挖一个，你为什么再两个？对啊。它比较快是不是？哦，你要双倍的快乐是不是？你还想回啊？你太快了啦！你想回啊？啦！好啦，其实也没关系啦。不是啊，阿静，你忘记我有什么了吗？哦，哎，你是挖不掉？对啊，为什么挖不掉？啊，又在震！你一直在震，你还在抖，你在震。放木头把它围起来。谢谢谢谢招待。哎、啊，那个小雨在哪？哎，我在。哪里补完了哦？外面补完了。来了。耶、yeah, ，没有啊，搞不好还有下一个啊。你看小雨的钓竿是不是要补一下、啊，对不对？哦，钓竿通常不用补吧？钓竿通常不用吧？哦，钓竿都是修补的。哦。那就是看一下阿旺的装备有没有、啊、有没有要修啊？你还拿斧头砍他、欸？你自己制造哎、欸！哇
塞！啊，你耐久满的，我帮你泡一下。你很健康，你需不需要去医院报道一下？我不用了，我不用了。还是你们要去法院报道一下？没有啊，你没死人啊，没事啦，没死。哦，没死，伤害而已，伤害而已。对啊，对啊，对啊。嗯。哦，干嘛？还台副作用哦？你好像打完还来自太阳？对啊。然后我在看衣服的属性，看到肚子饿啊？是不是？看到仿佛打了一秒。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太奇幻了，我说。我感觉我今天运气不错哦。太香了，爸，你讲出来了，完了。今天小雨运气好像比你更好哦。对啊，我觉得该中了吧。是谁呢？谁呢？半熊的丽塔是我。哎呀！啊，里面垃圾是什么肥事啊？哎呀，原来我今天没买哎、欸啊，啊，没事啦。啊，你今天没买啊？对啊，我今天没买，我忘记了。里面太多垃圾了吧？哦，怎么回事啊？晚点来清，我晚点来清。哪里有垃圾啊？谁放？里面太多了，什么垃圾？谁在乱丢垃圾啊？谁呀？啊，好扯。我想说，我今天弄了一件衣服，它加了好像过六张吧，30%。那就是你运气用完啦、啊哦！哦，你运气用在那里啦！完了，你应该再继续爆它，继续爆一下。对啊，如果你没过的话，我跟你讲啊，这个乐透就是你的了。今天是自重的一天，可以啦。啊，那是什么叫声？对，什么毛病？熊猫叫声。熊猫叫声。啊，没买没关系啊，反正我很赚，因为今天不是我中，努力的安慰自己，你还获得很多快乐，对，对你获得了双倍快乐哎、欸，没有，今天是三倍快乐，今天大家快不快乐啊？不太快乐，太快乐啦！我们要感谢小雨跟酱油，心情有点微妙。啊，接到这啦，休息，休息。对耶，是在这里。好啦，不知道哎，我打完疫苗之后，这吃不下东西。我其实这三天我只吃一餐而已，然后就到现在。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待会他们没有丢，应该没有打僵尸或什么。晚点看诺英有没有要玩吧，把他玩。这样，就这样啦。啊，这帽子到底明天玩？如果明天也不是狼人杀。好啦，这样啦，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继续休息，睡不着。诺英有没有开啊？他们是要 A 哦，摩卡吧，摩卡，眼睛灵，应该是这样。好了。